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Teacher Ruth's English Classroom.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来 Ruth 老师的英文教室。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关于圣诞节的一些字。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this. Okay, Christmas tree. 好，这是圣诞树，请大家念一下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Okay, Christmas tree. 好。会好 Christmas tree 不是 Christmas tree OK Christmas tree OK 可以吗好那你在 Christmas tree 上面你会看到一个 star 好所以为什么会有 star 呢这边等一下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的部分所以为什么会放一个 star 在这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天空有出现一个新的星星所以那是为什么他们在西方在那个圣诞节的装饰品的树上的装饰都会放一个星星在那个上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好再来呢我们会看到 candy can 好这个是呢当初第一个在圣经里面记录当说第一个看到耶稣基督诞生的就是天使第一个去告诉他们的是那个牧羊人然后牧羊人他们以前都用这样子的很长长的钩子在不是拐杖是那个钩子来勾他们那个 跑掉的羊所以这个做成这个样子是在讲说第一个看到耶稣基督的但那是小耶稣基督的是牧羊人所以就是为什么有 candy can Okay, gift. 啊，为什么会有 gift？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三个东方的博士。好，三个东方博士从就是很远的地方就来寻找诞生的耶稣基督，然后他们带着黄金、乳香、没药三个很珍贵的礼物要送给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送礼物给彼此。好，再来这个是 bell 好，这个 bell 呢，其实通常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的时候，就是不管是重大的消息的时候，以前的人都会敲钟，所以这个是 bell， 会有圣诞节会有 bell 的来源。那我们先复习一下 Christmas tree, star.Candy can. Gift. Bell.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圣诞节是圣诞老公公诞生了这样。来 ，Santa Claus. OK， 再来呢 Reindeer. 这个是真的什么麋鹿还是驯鹿？驯鹿。驯鹿。好，来 Stocking. 好，就是很多人说，如果你有放一个袜子在窗户旁边，放在家里面，圣诞老公会看到你今年乖不乖，乖的才给礼物。好，然后再来 Chimney. 听说那个圣诞老公公是从烟囱下来的，所以如果你们家没有烟囱哦，糟糕，没有圣诞节礼物了。不一定，我也是，不一定啊。好，再来 ，ham。ham。好，这个是在美国圣诞节的时候会吃的传统的食物之一 ，ham。通常如果是带他们就会因为是整个家族聚会，他们会烤很大很大的那个火腿来吃，超级好吃的。OK， 还有呢，等一下不要误会，很多人说这个是 chicken， no， it's turkey. 好，对，从感恩节他们就会开始吃火鸡，然后吃到圣诞节他们还是会吃火鸡，然后卡了吗 ？OK， Santa Claus.Stocking. Reindeer. Chimney. Ham. Turkey.
Turkey.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tree. Candy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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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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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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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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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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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m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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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nd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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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a Cla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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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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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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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key.